带你感受 The Place 三十七期的周边有多繁华，然后一直往前走呢，就到了这个 BDS 港口这个区域了。往这边一拐，咱们就到了这个项目这边了。前方的这一块空的这个地块呢，就是我们将要起的一个新的项目，它所在 BDS 区域的这个位置是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啊，它靠商业街道以及 BDS 大学以及这个 BDS 港口，甚至它非常出名的游艇码头。好，现在呢我就走出来旁边的这条街道，前方的话有一个这个超市，然后再往下看，来往前走，在这个片区我们出来的话，就往前方走上，大概走路就一两分钟，我们就到了这条商业街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去拍摄一下这条商业街。好，我们继续再往前走，啊，这边还有个行跆拳道的，楼下前方就是一个药店，这边呢是一个花店。往前走的话，我们就到了这条主。